是人人会理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每年5月4号是全球影迷的国际星战日，今年在台南呢将会有一场星际大战电影交响音乐会，让影迷透过音乐来感受星战的风采。大军打击乐器，展现帝国浩大气势和冷血的黑暗势力。电影配乐大师约翰·威廉斯创造刚柔并济、繁复又细腻的《银河交响乐曲》。《星际大战》系列交响音乐会即将霸气南下，在台南线上唯一一场演出。随着音符剧情推进，熟悉的电影角色也将现身舞台。5月4日是全球影迷的国际星战日，台南也将迎来星际大战电影交响音乐会。全台星战迷还将装扮角色齐聚一堂，让古都有浓浓的星战风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广告回来呢，我们继续带。